那现在也是蛮紧张的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然后我要在这边谢谢我所有的伴郎兄弟们，还有我的女方的好朋友伴娘们。那今天也辛苦所有魅力大哥，那非常谢谢。嗯。那今天有没有什么话跟陈东要对老婆说？就是很谢谢他在这么长的时间就是陪伴着我，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成长，然后到今天有了结果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祝福我们，谢谢。有了结果，有了这个完美的结果，完美的结果，修成正果。对，修成正果，谢谢威廉。这兄弟们陪你一起闯关，要不要讲一下这个部分？对，这是我们的大佬，来来来。我觉得就是新郎体力还行，但我们伴郎很累。因为我们中午有吃了芥末，还有加苦茶，所以我肚子现在还有一点在滚，然后在很烧的感觉，就是下午就有一点，就是脸色有点变，但是为了阿伟还是撑过去。我们终于了解什么叫渡河中宵。今天我觉得就是新娘团啊，伴郎团、伴娘团，非常的了解我很担心。就是鸡爪的部分，对，所以在那一关的时候我还蛮紧张的，但是为了我的好兄弟就是要结婚，所以还是只能坚持到最后。对，有点今天玩游戏的时候都第一个出国，对，你拿我的部分。对啊，因为我知道他就是怕苦茶、怕芥末、怕老怕老婆大人，怕老婆是好事，是尊重，对啊。所以其实就是在希望可以帮他挡，这时候所谓的伴郎就是这样子嘛。对啊，那希望今天大家不要灌酒，因为我明天一早飞机。谁要透露一下，就各位伴郎今天大概包了多少？基本上就是跟那个前几天出来的消息一样，就是10万。对啊，我跟他小玉啊，对啊，那歌曲应该不亚于我们啊，对啊。小玉还有一招绝招，对对对，好好好，等你之后会有一个惊喜，在拿到红包那一刻。但我是开票了。OK， 那我今天晚上有准备好有港九部队之类的吗？有，这次有就是安排他们，但是我们这一次就是有跟我们的宾客都说了，因为今天的桌数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逐一敬酒，所以我们会在统一在台上跟大家敬酒这样子。那谢谢大家。嗯，你们女方有什么要讲吗？什么？珍妮花有什么要讲？你们讲完就好。没有，他们在吸气，吸气。他们在吸气。对，因为伴娘们他们在不断的。他们从好像就是知道今天要当伴娘的时候就非常的紧张，大家都在减肥。他们现在都是女高音、啊。女高音，成绩都很好。嗯。什么时候打算那个？最欣赏我的地方？应该就是高吧，帅。嗯，对，贴心。对他讲的都没错。新娘今天不方便讲话，爱破功。对，因为他就一直叫我们要把他。讲个一两句就好。认真啦，就是对他自己的事业，然后对他自己的人生都是非常负责，就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太棒了！果然是有做过书的，可以多问一点，可以多问一点，我更不需要发火了。OK 哦，我们来拍照喽。可以吗？要不要再祝福一下好兄弟今天结婚？我是真心的要祝福他，因为从他一开始准备要求婚啊，然后准备要结婚，对，第一次，因为我是很害怕结婚这件事的，但是我第一次有感觉到那种真心，对，看到他在跟我们讨论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一直想说他可能是第一要借钱，或者是第二可能是要我们入股点点心，因为他现在生意太好了，然后他把我们所有人都召集起来的时候呢。而且还要吃到第五道菜，他才愿意告诉我们说，我想要求婚。在那一刻，我就觉得他是认真的，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白头到老。对，然后对，今天晚上加油。刚刚是彩排的时候，我在看到他们两个在台上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还蛮感动，因为我没想到这都是我一手造成的，
所以当时我一时兴起就撮合两个人，然后让他们两个人走到现在，我觉得还蛮还很感动啊，就还蛮想哭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哭，对，因为我不会在别人的婚礼随便哭的。如果今天哭的话，那就是演的。对，像小玉刚刚讲的，就是他们在交换戒指那一刹那，其实真的还蛮感动。但阿伟今天就是开了这个棒棒糖第一个结婚的头，让我们压力其实是非常的大。他的婚礼就非常的漂亮，又是白雪公主、白马王子，对，然后讲出这种话是有点恶心，但是他的婚礼就是非常的漂亮，然后看到他们真的有这个很好的结果，我觉得很替他开心跟感到祝福。那可能也许之后我们的团体的行动可能越来越少，但希望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心力放在他的家庭上面，好好照顾他的老婆、他的事业，反正演艺圈的部分就交给我们就好了。对，然后说OK， 恭喜恭喜恭喜。就是从大概十八九岁起跳舞就认识了，对，所以一路看到走到今天这样子也是非常非常感到开心，对，因为他们两个真的非常认真投入彼此的生活，这样子，也就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永远。跟阿伟从小到大一起读书，整老师恶搞，一直到一起跳舞，一起工作，今天很开心，祝豆姐跟伟哥白头到老。那来拍照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请靠近。好，请大家靠近一点点，越近越好。好，请视线看中间格子衬衫那一位，停五秒钟哦。格子衬衫，格子衬衫，来中间、哦。再看看你的右手边，朝我的方向。对了，右手边。再看看你的左手边，戴帽子 Gary 哥的方向。小谷，小谷叫 Gary。来中间。再看看正中间。好，我们请伴娘跟伴郎一起望着阿伟跟 Tiffany 方向，然后 Tiffany 跟阿伟啵一下，给大家拍一下。然后抽久一点，脸要给多一点了，脸给镜头一点，对对对，对了。谁说谁呀？好，再一次哦，好。可以转个方向吗？对对对对，好，就这样。转右手边。没有touch到哦，假的哦，假的哦。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好，转左手边。那另外一边，对 ，OK， 好。好。哦、oh, ，对了，在右手边，在右手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这是假戏真做。还有谁没有拍到？请举手一下。啊、Gary 哥 ，Gary 哥照顾一下。好，大家看，要看新郎新娘，对。好，再转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好，没有 touch 到啦。没有。假的，假的啦。啊！不要舌吻啦。来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。好，我们再一下啊、哦，再一下，再一次就好了。好，我们下个卡呢，只有新娘、新郎还有伴郎。好，我们来这个，大家喊一个，一定要幸福啊、哦、！Dennis 说。阿伟 Tiffany 全部人说一定要幸福，往中间的像中间相机，以阿伟 Tiffany 一定要幸福。不过群都没有叫啊，好小声哦，再一次大声一点，喂、哦！阿伟 Tiffany 一定要幸福。右手边的机器，以阿伟 Tiffany 一定要幸福。左手好像最棒了。再请阿伟 Tiffany 看看右边，阿伟在这边，这边穿黑色 polo 衫那一位，阿伟头要出来一点。再看看你左手边蓝色 T 恤 Gary 哥的方向，好，这边左手边哦，还有谁没有拍到的？正前方眼神，正前方，那右边再一下啊。
再看看你的右边，右边 hold 住哦。还有谁没有拍到的？再看看你的左边，因为阿伟跟 Tiffany 赶着要结婚的关系呢，所以我们要结束这一段的电子媒体访问，还有拍照喽。出来拍照，拍一张站的呀。那请阿伟再从月亮里出来一下。女生那边很漂亮，你别动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今天最后一个看，我们良辰吉时，准备要结婚了。看看中间，中间，五秒，四。啊，再盖印一下，盖印，盖印。用力，来，请妈，请用力。来，右边，右边。好，照顾一下右手边，右手边灰色 polo 衫，对。还有你的左手边，你要再亲一下吗？两位再亲一下了，稍微是用力，用力啊！好，好，处理下去。第一次那样那么用力啊！好，处理下去。